小姑爷，六妹妹闺阁之才，却似断案老吏。还有，我们一起同窗这么多年了，我怎么就成了外面的男客？小姑爷恕罪，我们先去找二哥哥。不必了。方才听了六妹妹的这一番话，我已经叫不为过去了，她会与你家的大娘子细说这场冤枉，你们就放心吧，人我一定会保住的。真的？真的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小姑爷这次功德不浅。六妹妹也有功德。是上苍的功德。天色将晚，小姑爷自便吧。你帮我这个忙，我得谢谢你。